呢個咧，仲有一個咧，係擺水嘅位置，正唔正先？各位今晚 mini PT 嘅 landlord sponsor 都 take your day off this month。開始之前，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快啲去訂閱，仲要撳埋隔離個提示小鈴鐺，叮噹。大家好，歡迎到屯門細哥上岸嘅係旅行水彩盒 OK 啊！嗱，一盒咧就係吳竹新出品。十二色就是呢個 Traveler Box 啊，咁我睇下啲顏色先，基本嘅顏色已經有齊噶啦。打開佢，哦，唔足咧，確實係價廉物美首選，係咪好靚仔啊？呢盒嘢，當然啦，呢啲 Traveler Box 咧，其實好多個公司都有，但唔足咧，今年咧新出呢個，打開佢先。嘟嘟嘟嘟，好，好，嗱，好精美啊嚇！望一望支筆，個支筆好得意，我攞上去咧，好似嗰啲國畫筆咁樣嘅，啊，就咁睇係動物模嚟嘅，開俾大家睇下，冇錯，動物模啦。它是沒有寫什麼比較偏遠一點的，好，我先滴下水先，但有風的下，另外它下面呢有一支很細支的鉛筆仔，它真的給你呢畫一個手板那麼大的那些小小的旅行插畫或者水彩過來上，它有一個水盒的，咁你入水落去，咁你成盒拎出街去邊度旅行啊，畫少少寫生啊，好好啦。咁啊，顏色啊拆得出，係啦，嗱，佢每粒咧褪得出嘅。當你用曬佢之後咧，你自己擠翻啲水彩，等佢乾翻咧，又 OK 噶啦。咁大家應該咧，如果有買過吳竹嘅十四色咧，就唔陌生噶啦。依盒咧就係同一樣嘅顏色嘅粒裝嚟嘅。咁咧，最後再睇埋個盒本身。咁啊，左邊有八格嘅調色盤啦。嗱，下邊咧有一個手指位，佢俾你咧就伸隻手落去咧，咁啊棘住嚟畫嘅，好方便啊！左翻先嗱，呢個咧仲有一個咧係擺水嘅位，正唔正先？真係乜嘢都唔使帶，你淨係帶依個同帶本畫簿仔咧。你就可以出去寫生噶啦！好，我試下啲顏色俾大家睇一睇先。咁咧，你啊喺度點水啦，你可以點色啦，然後就喺度畫畫啦。嗱，我哋睇下咧嗰啲顏色嘅鮮豔程度啦。它是不是 Artist Color 來的，即是不是最漂亮的那隻，但是呢如果你說是學生 grading 呢，它都是很 top 的學生 grading， 非常 decent 的顏色的。那你只要看看個筆的毛呢，動物毛的筆啦，當你吸滿水吸滿顏色的時候呢，個風啦可以去到很鋭利，我給你看看，我拉幾條幼線給大家看看，很簡單，一支筆其實畫一張小小張的 sketch 仔沒問題， postcard size，我逐隻色試俾大家睇下先。好嗱，當你畫曬佢之後咧，你想點樣走咧？你咧就將啲嘢拆翻曬出嚟，得唔得？跟住入嘢咧，攞去洗 ，OK， 乾淨咗之後咧，你咧揾紙巾又好，揾手巾仔又好咧，就抹乾佢。然後咧，你又剔翻嗰啲顏色入去啦。好，咁就搞掂噶啦。係咪好正先 ？OK， 嗱，我哋 Mini Pity 咧，亦都係有依個貨嘅，大家可以上去 Mini Pity 嗰度睇下。OK， 有咩想講下面留言，所有都睇，盡量回答。Enjoy。九月快閃優惠啊！凡購買日本 Gondola 手造粉彩十八色。
即送日本製軟粉菜專用刷網和西班牙米蘭軟軟刷紙膠，價值$40的，快去 minipedi.com 購買啦。感謝大家收看，記得 like、share 條片、subscribe 這 channel。逢星期二六晚有新片，星期四9:30到10:00直播。記得 follow Facebook 同 IG 我教嘅畫班去全滿書 .com 畫場點 minipedi.com。拜拜。